哲言这个突袭吻直接引起众怒，欧洲挑战演技不 NG， 复刻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经典桥段，没想到才刚开演，大家就憋不住的笑场啦。没有被他，我的少女时代 take two。你上次要你知道为什么我笑吗？我刚一甩我的头发快掉了。抱歉了，导演。加油，妹妹。准备，不要闹了。认真版本，认真版本。还在吵。对不起。你走变黑了。坐下。你上次要我回的个人档案，我会回，但是不要再把圆写成绿喽。什么圆啊？绿才是我的笔名。哎，林允章，你干嘛？没有吧，只是想要并坐读书吧。是啊。太大了！太大了！太大口了！太大口！当然去呗。哎，卡这个，卡这个。啊，他很渴。你要再一杯吗？你不喝吗？那我不客气了。真心喝真奶，好尬意。原来喜欢一个人，当你看到他走向他喜欢的人，才突然发现，原来我对他的坏。只是为了跟他更靠近一点。Love you 好了啦，没有了。